们来做个情报播报。今天怎么那么特别早？要开会吗？那我赶紧帮你准备早餐。我今天有一个醒吧嘟吧。啊？什么？醒吧嘟吧。带最小个的那个小男生过来。我要找那个男孩。
电话要接的同学在哪里啊？在那里呀、啊，那里学校呀、啊。走吧。我怕弄湿，你们去好了。扣起来哈。哎，弟弟换你弄。老早有一件代志吼，要来甲你参详啦。啊，最近无论物资啦，还是工资啦，各方面拢起价呢。啊，咱合作的建案吼，成本起三成外啦。啊，这件起好一定了钱。啊，咱是不是吼，伫成本吼，咱来降金的，来十分的，甲改八分的。啊，是讲咱西雅工吼，减请几个安尼，啊，唔知当下意下如何？当，多谢你的建议啦。不过我想在社会上，信用比别赚钱搁较重要。我袂当辜负遐个相信我的人。你即届讲的这个艰难哦，所有成本有超出的这个部分，我会全部来吸收。我嘛袂拍算想要改你讲的，用较俗的来建站哦。啊，你若有啥物困难，你甲我讲了紧，我来甲你斗相共。但是咱一定要遵守这个信用，因为哦，这是咱对支持咱这客户的一个约定啦。歹势，我今仔日无闲，啊无咱明日啊有闲，还要讲好不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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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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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见，好，好。不用怕，这位董事长坚持只盖七级防震的房子，这样晃不算什么。七级？辛巴杜巴，到底什么是辛巴杜巴？像曾经来过这里。
教练，我是老师，谢谢校长，来小朋友们，谢谢。不用客气，因为我跟你们有个心吧，都吧。因为你跟我们有个约定。我想起来了，小时候爸妈曾经带我来过这里，他说跟老师有个约定。你喜欢踢足球吗？喜欢。以后这里会成立足球队，我会带好他们，花莲成绩会好的。我们来做个约定，无论你长大要做什么，我们都一起支持这里，好吗？好。老师的布农族把约定叫做辛巴都巴，我们来做个辛巴都巴。不论未来你要做什么，都要做个有诚信的人。我觉得你会做大老板哦。你要相信，我会一直支持你的，因为我们的约定是一辈子的。我都想留在这里了。你们看，是谁来了？大家好，因为这是我们的约定啊，对不对？你们好棒哦，为花莲得到冠军哎，真棒！谢谢队长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，来，好。Yeah. 学校里长，诚信让你跑更快，花莲天伦大。守住诚信。